头条新闻，商机无限的 Queensland 物业投资一上市立刻成为投资人眼中的抢手货。现在我们把镜头交给位在 Queensland 的梁红独家报道。这里是 Queensland 的现场，今天晚上非常热闹，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已经有买家签了合同，如果有兴趣的话请你们抓紧时间。现在我把镜头交给主播。 Queensland 现场今天看起来非常的热闹，如果您也心动的话，想要投资 Queensland 马上行动，打电话给梁红。